到咗六合彩时间啦。今日系2月9日星期四，会有我陈思琪为大家主持第16期六合彩现场搞珠，睇睇今期嘅投注总额。今期嘅投注总额系有4374万。由于上期冇人中头奖，所以今期有累积多报奖金800万，而投注总额嘅15%，亦即系650万，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。咁喺搞珠之前，先有请今晚两位金场嘉宾，分别有吴永嘉议员、太平绅士，以及系姚思荣议员、立法会议员，欢迎晒两位。喺呢一度提提大家，投注六合彩多期搞珠，即系用同一组六合彩 number 一次过投注5期至30期，需要选择5期、10期、20期或30期一栏。想知道更多有关详情，可以到场外投注处查询或者浏览以下的网页。好了，今期的六合彩搞珠即将会举行，大家在电视机的荧光幕那里都会见到一部六合彩搞珠机。1至49号的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地排列好，即刻可以开始第16期六合彩现场搞珠。45号。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2号。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2。第四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3号。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3。24号。哇，好旺红色啊今日。第六个号码是19号。又是红色。最后一个搞出来的特别号码是40号。The extra draw number is 40. Oh yeah. 今期的六合彩已经顺利搞出，等我为大家重复一次。分别有3号、12号、13号、19号、24号、45号，而特别号码是40号。希望各位同事，你哋有中奖如果中奖，十蚊一注公布奖金系超过500万，所有现金投注或者系透过电话。Oh yeah！ 请立即致电1817下马会登记啦。而登记截止时间系到听日晏昼嘅5点钟。节目嚟到呢度，听日5点钟。多谢两位监场嘉宾，唔该晒。至于下一期嘅六合彩搞珠，将会咧就安排喺2月12号星期日晚上9点半钟举行。Oh！ 而喺节目完结之后，大约15分钟，大家就有今日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噶啦。喺呢度预祝各位好运，拜拜。One code die walk fun.
各位环球的同事，我知道你会中个奖的，如果你中了的话，拜拜 ，good luck。